开口宣讲神的道，经历生命的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，欢迎大家再一次收看我们的周三客栈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新爱心。在基督里，我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要彼此相爱，像他爱我一样。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。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赐给我的圣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。因此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、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我爱，因为神先爱我，所以我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愿神的话祝福你，我们下周三再见。